哪个是你的？香菇那个是你的，对不对，姐姐？那在旁边的。对，现在要装你的香菇了哦，香菇的香菇要装了哦。你做的饼干要进去了。哇，好了好了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好 ，Hello，Hello。那哥哥他没听到，他在装。他在装当中，因为它里面的话吼很安静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。因为这些都被锁住了。对，那你可以敲门，就说哥哥，我是201。我们等一下应该好了。应该是叔叔还是？对，叔叔，他是叔叔。好，我们201。我们可以先拿吗？因为我们要赶着回家。好。好，先让哥哥拿披萨哦。好，拿了披萨了。你可以拿去换，你说201啊，快点，201。谢谢，走。